某些孩子由于胚胎发育过程不完全，造成一出生嘴唇上方就有明显裂痕，俗称兔唇。虽然可以靠后天手术修补，但留下的疤痕常常困扰病患一辈子。长庚医院团队首创，将为人熟知的肉毒杆菌施打于创伤部位，改善疤痕效果显著。那在缝合完的时候，其实小朋友刚开始上嘴唇是僵硬的，那我们肉毒杆菌打完了以后，他的肌肉比较不会动，疤痕会比较好看。那等他6个月到9个月药效退后，那疤痕也成熟了。不止唇腭裂的病患适用，在脸部的撕裂伤痕也有同样的效果，让病患可以重拾自信。